做得更好，过得更好。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向前行》。《台南向前行》这个节目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也要来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最新的资讯和活动，欢迎收看。今天咱要介绍的是农业局哈，要讲的主题是苏木鱼的这个文化祭。这波一开始呢，咱先来看一点影片，听看市长要跟咱讲什么。来看我们学甲的优质的苏木鱼养殖，这个是一个健康的养殖，透过健康的通路。能够达到消费者国内外的消费者的手中。那我们知道台南是全台湾虱目鱼的最大产地之一，而学甲是台南的虱目鱼产地里面的重要产区，因此我们觉得能够透过一个比较有效率，而且这个不是高密度而是低密度的养殖，反而能够让我们的虱目鱼更健康。那透过一个健康的一个这个处理的科学的处理方式，那透过一个冷链系统，然后这个由这个最好的一个通路能够到达消费者的手里，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确保我们有名的台湾的虱目鱼能够吃出健康，而且吃出美味。更重要的，我们现在开始积极拓展外销，外销还是以中东穆斯林地区这个为主。那这样子的一个脱销，一方面得到哈拉认证，也就是穆斯林认证哈，那这样子的话，可以这个面对针对有将近8亿人口的这个穆斯林世界里面，能够有一个有效的这个拓展新南海。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如果真的通路能够继续拓展的话，我相信两成的外销这个数量一定是不够了，一定是会有更多。那虱目鱼它的营养价值的美味，其实也要这个让消费者能够知道啊，如何料理，如何处理。那最终如果能够这个变成一个处理好的虱目鱼啊，经过我们的处理好的虱目鱼，那能够到达消费者手里，只要拿去微波或拿去这个加热一下就可以处理的话，那这样子会更好。因为有时候有些消费者他不会料理，他知道虱目鱼很好吃，可是他不知道怎么做会做出这么好吃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管是冷冻的或者是熟食的，我们都希望说把这个虱目鱼这个最好的产品能够达到这个透过最优质的通路达到最好的消费者手里。跟我这三百鱼啦，我印象当中小时候有一个温馨的故事，就是我小孩的时候那是到暗时吼，要睏的进前，我妈妈吼拢会烹一锅迄落沙白鱼，比如讲伊炖洋参啦、炖蛤蜊啦吼，还是炖冬瓜啦吼。那么对阮来讲吼，迄是一种吼幸福的滋味，因为伫迄个时阵呢，我们全家大小吼就聚在一起哦。啊，我妈妈就开始吼一块鱼啊呢分做几落节啦吼，啊有诶鱼头，有诶鱼壳，啊有诶鱼尾，啊迄、那个。当然啦，迄、那个鱼的迄、那个巴肚啊，吼，迄个部位拢是我甲我妹妹，因为阮两个上细汉，吼，所以阮两个食上好。那么吼，鱼尾甲鱼头，当然都是妈妈留咧食吼。那么我去想了这个故事吼，非常的温馨啦吼。那么咱细汉出侪人吼，拢是食沙白鱼大汉的。到这个时阵呢，咱的餐桌上嘛，时常拢会出现这个沙白鱼吼。那么伫咱台南客家啦，是讲是七股将军这附近啦吼。那么在养殖这个沙白鱼的人真多哈，那么这几当呢，咱的这个苏木鱼嘛，搁外销哈，去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讲去中国啦，或者是讲吼咱附近的这个国家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主要讲吼咱的渔民因真认真哈，在一直在算讲研发吼咱的这个沙白鱼，吼伊的品质如来如何以外，咱台南市农业局吼咱渔业科这部分呢，因嘛是真认真吼在帮助咱这的这个渔民吼，把咱的这个沙白鱼给推广出去，而且呢，搁希望讲会当吼研发更加侪吼咱的这个沙白鱼伊的这个再制品，那么吼咱的这个
渔民吼，因会当增加啊，因的收入吼。那么每一冬啊，到的这个季节，差不多十月份左右吼，就是咱三百是丰收的这个时阵嘛，是盛产的这个时阵呐吼。那么在这个当中呢，咱市政府农业局呢啊，因为着要来推广吼，咱这些三百鱼的文化，所以呢来举办一个三百鱼的这个文化季啊吼，而且活动。那么咱今仔日邀请到咱。渔业科的科长哈，咱吴国林科长，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啊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介绍哈，咱这个活动。科长你好，袁姐你好，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是，讲到这三百鱼的这个文化季，咱台南市文咱的农业局家哈，已经办足侪档的这个历史啦哈，所以对着恁来讲哈，这是算讲哈，招人啊人。熟练的一个工课啦哈，那么是不是先介绍的咱这届哈，这个苏木鱼文化季内底这个内容？哦，各位观众朋友报告哈，因为咱这个苏木鱼节活动哈，当然县市合并馆哈，已经办到今年是第十年啦。哦，啊，所以哈，咱有这个几年。前几年即个累积的经验所以阮一定办家一定做了解，讲虾米才是咱迄、那个咱的渔民朋友，也是讲是咱的消费者伊需要的吼。那阮今年办的吼，和去年的差别就是讲，去年吼，阮是以游，就是去佚佗为这个主体吼，带咱的消费者去咱的产地，去咱的渔村啊，去咱的渔温啊，去体验咱这个三百里的这个活动吼，来让大家来熟悉三百里。按今年吼，咱改变一个主题，咱以食的食吼，以食这个为这个主题吼，阮就是规划伫咱按十月初九，固定的十月初九吼。即个开始吼，啊，再来连续五礼拜，咱逐礼拜会由一区吼来办这个以食为这个主迄个主题的这个活动，啊，特别邀请咱各位迄个观众朋友吼，到时阵拢会让来到咱双乡分做五区吼，第一区是按客家开始，啊来八门、将军、七股、安南五区，所以就。每礼拜有一区来办，邀请咱第二迄礼拜就会让来迄区来体验到迄区伊所为咱准备咱做好遮做特别伊个特色的虱目鱼的美食，啊嘛有相关的即个食鱼教育，和咱来到现场来了解咱台南三百鱼的即个文化，啊嘛会当帮咱来推广。是。算讲吼，咱以前以佚佗为主啦吼，而且路线来咧销售咱的这个三百里啊，即个是以食啦吼，啊，就是讲做主题啊，有五区五个主题。那么这五区吼，我咧想因即马开始吼，都卯足劲啦吼，大家吼一定用希望讲伫这五个礼拜内底吼，会当拔得头筹的，咱讲解因的这个算讲因的三百里吼，销售到上界去吼，所以。因每一区，你讲五区嘛，是不是吼？简单介绍一下，这五区因敢有什么特别的所在？因其实即阵讲个，即阵算是一个秘密啦，要让大家吼，到时阵他来咱这五区来去体验，去来了解讲咱这特区伊的特色料理吼，先个咱来保密一下。嘿嘿，是。那么吼，比如讲吼，咱一礼拜一区嘛吼，敢有讲吼，一定。来消费的人，伊一定要有一个金额，比如讲，人讲什么最低消啊，吼，啊，因来遮五个这个地区，敢有讲什么低消，还是讲有啥物特别讲，来这个所在消费的，是不是吼？透过咱今仔日节目，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介绍。伊无一个最低消啦，主要就是讲嘛是要邀请嘛，希望所有的观众朋友吼，大家拢会当来现场，啊会当来。品尝咱遐上特别的即个料理，三百鱼料理，啊，嘛会当来了解咱规个渔村的文化吼，啊，规个咧体验并无一个低消，欢迎大家，拢会当做回来。像咱即马中央政府吼，伊有发即个三倍券嘛，啊，佮有一个叫做农游券，农游券啦吼，伫即个当中拢会当来消息。用这个三倍券跟农游券来购买嘛，哈。那么在这个当中，咱刚有讲用这个三倍券还是农游券，较好民众有一个，而且讲吼，能够有价格有利嘛，哈。三倍券加这个农游券，是不是伊来遮购买时阵有啥物优惠无？
应该讲这些现场一定嘛，拢有相关的这个摊位，啊，摊位伊会推出伊家己的促销的活动哦，所以咱有可能咱的三倍券的农游券，伫伊迄个现场，会让伊哩愈优惠的价钱来去买到咱实际上卖咱这个相关的萨瓦里的这个产品。嗯，就是讲吼，因呐是摕这個三倍券来，还是摕农游券来消费的时阵吼，还是吼咱各摊位吼拢会想办法，因为想要老这個，哎，所以因会用一寡吼这个消迄落较优惠的这个方式吼，咱的民众吼摕。咱的消费券跟三倍券来使用啊，那么这五区当中啊，哈，因呐是讲来种咧算讲咧饲这个沙白鱼的这个当中，五区品质都差不多，还是讲有各有特色。因为其实咱台南的沙白鱼哈，主要都拢饲伫海边啊，哈哈是。啊，因为这五区主要就是拢挖近海的，嗨对。所以咱的沙白鱼其实就是因为第一个海，所以是咸水，哈哈。啊，第二个是咱饲的吼，咱是算叫做浅平式的养殖。浅平式就是讲咱的水吼放较低啦，咱水袂遐深，所以咱相对这个面积吼，饲出来这个量，比起来就较少。哦是。会是在那边呢？啊，放较少，比如讲，所以伊伫同款这个面积内，伊若是这个量较少，当然伊会让或者鱼啊活动的空间就较大嘛。哦。啊，所以伊个咸水，所以吼，伊这就像迄种迄个肉鸡含饲料。哦。迄个土鸡含饲料鸡的差别嘛。是。所以其实伫咱台南，所以饲出来这个沙白鱼吼，伊肉质就是加较结实吼，啊也。伊的口味嘛是加较这个甜美吼，所以伊是咧上含别个所在，那是迄种深窟啊饲的吼，啊用饲料做者饲料饲的，还是无同款的。啊，其实伫咱这五区，因为头先讲的，伊主要拢是伫海边啊，所以伊大概饲出来的品质拢是类似头先讲的这种迄个肉质好，啊，佮兼伊的肉佮清甜的，会有这种特色。所以吼，就是讲，因咧饲鱼啊，即个渔民吼，因一直研发啦吼，因一直去研究看吼，什么种的方式，吼，咱的即个鱼啊吼，人家讲味美吼，又肥大吼。我还记得细汉吼，食沙白鱼一尾差不多才大尾呢。现在迄沙白鱼一尾才大尾，哇，那好大一只吼！我感觉吼，即个即个渔民吼，真正吼，甲农民相像吼，因迄个种植啊，还是讲吼，咱咧饲鱼啊，这种吼养殖的这种迄落技术吼，真的像就是一天吼咧增加这个技术吼，因这个技术吼真的是吼，但是吼，好像刚刚讲吼，因起来是吼，你这方面吼研究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力啦吼。那么这几冬啦吼，咱台南市吼的一个咱啊，这个沙白鱼吼，伊的整个的状况是不是吼，甲咱的乡亲朋友做一个介绍？我大概报告一下吼，咱迄个台南吼，饲的沙白鱼的面积吼，差不多4700公顷，啊，伊的量吼，差不多28000吨，啊，伊咱的产值吼，但是达到23.5亿啦，哦，啊，无论是面积啦，啊，是产量，啊，是这个产值吼，咱拢是全国第一啦，咱差不多占一半，所以大概讲吼。咱若市面上食的吼，买两买沙白鱼吼，有一买就是台南生产的啦。哦，算一半的量拢是咱台南的。对对，拢台南生产的沙白鱼。是是。啊，头下佫有讲过来讲，咱台南的沙白鱼和别位无共的，就是咱就是拢种浅平式的咸水养殖吼，为多数吼。所以咱饲出来的沙白鱼，就是和别个所在的迄个规个肉质和风味拢无共款吼，所以特别好食，所以嘛你要。买迄个欢迎咱所有的观众朋友吼，若是有机会，一定要来试一下台南的沙白鱼。其实吼，讲到沙白鱼，我都讲很温暖的原因，就是安那，因为我细汉都爱种卡吼。啊，说实在，我倒唔是种田啊吼，可是我爸爸有一段时间吼，伊嘛教人去种沙白鱼，所以吼，迄段时间吼，我对沙白鱼吼，有时候很亲近啦吼。啊，迄个时阵呢，我们家吼有一个渔翁吼，啊，伊渔翁那内底就是种，是这个沙白鱼吼。啊，我会记得吼，到夏天的样子吼，迄阵都棒球吼，打棒球的这个季节吼。啊，那到打棒球的时阵吼，哦，迄天吼，伊就会掠足侪沙白鱼起来，然后呢，因为伊看棒球
棒球拢爱半暝啊，啊，然后呢，我妈妈就会把那个沙白鱼哈去煮啊，比如讲煮米线啊，哈，煮足侪种的料理哈，然后我们就一边吃沙白鱼哈，一边看打棒球，所以我讲是安那吼，就是沙白鱼和我这个幸福的之诶迄种感觉就是安尼哈。那么以前啊哈，咱咧食沙白鱼，当然啦、啊，去菜市啊买哈很简单，但是现在哈有足侪拢是去超市啊哈。还是讲像即马全联哈，也有很多这个沙白鱼啊。我先来讲啊，就是讲，这现在有一种叫做产销履历啊，哈，这个产销履历就是和咱怎样讲哈，这个鱼啊，哈，那就咱的新闻证小像哈，啊，咱新闻证顶管有写，我是台南人啊，哈，啊，我住伫什么所在啊，哈，啊。以前吼，外地的咱的迄种身份证还够有写写信啦吼。啊，即马就是讲咱的这个产销履历吼，会甲咱直接买三百元吼，做一个介绍。啊，你嘛吼，咱伫民众吼，比如讲伊去超市咧买的时阵，他知道说，这只鱼吼，这只三百鱼，伊是伫倒来。咱这只鱼啊，若是讲吼，去到台北，伫台北的民众消费者去买到咱台南的这个沙白鱼的时候，他也知道说哦，这个、沙白鱼伊的产地是什么所在。那么伊两个对这个产地伊有一个信心的话，那么伊在买的时候他就那个信心就会加更重嘛哈。那么是不是哈？这方面我在想，咱渔业科哈在推这个产销履历的时候，应该嘛是有一个规定，还是讲好加点经济这当中，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我讲的这个产销履历吼，我主持人讲的，伊就是类似这个农渔产品的新闻证。哎，对对对。所以就是讲，你这个产销履历就是按咱这个规个鱼啊，咱生产的过程吼，咱按哪饲，啊，过来伊饲料，伊的包装吼，啊，佮兼有用药啊无？用什么药啊？啊，停药是偌久？啊，佮到伊后壁吼，伊要伊的通路要消去对搭，伊这规个过程吼，伊拢有做一个履历的记录。啊，尤其这个记录吼，是佮经过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严格，并不是讲你家己讲的，讲我有人替你把关啊。对，就是有一个公正的第三方来帮你把关。所以这个把关了后。只要比如讲，咱也是看到有产销履历的物件，咱即马消费者，咱 QR code 大家扫落去，伊就咱如果能甲你显示讲，我即尾鱼啊吼是按底来的吼，伊的规个过程是相似的，伊用药啊无种种的资料，拢有法度伫顶管显示，所以会让来买的人吼，伊就感觉讲哦，有一个安心的保证吼，咱即个食品安全即马大家拢足重视吼，就变伊就较有即个信心，所以其实。阮推动这个产销履历，像即马咱这个沙白鱼吼，伊完全符合的吼，总共一定有75户，一定有来申请这个产销履历验证啦吼。啊，当然这个产销履历验证会对吼咱这个渔民朋友会有啥物好处呢？第一个就是增加咱这个咱家己这个物件的这个辨识度，对，好咱的。顾客吼，伊会当认过来，比如讲我今仔食了你的物件好，我认过，我第一来找，我第一找到这第一个好处。第二个是会当增加咱这个产品的竞争力，因为咱这个产品是经过头我讲的吼，伊经过伊的规个过程，拢有人来帮咱把关，来这认证过，所以相对的伊就是一种靠品质、靠竞争力的这个物件，所以伊嘛伫咱的市场上应该让。为了一个较好的价钱，对，所以有大概有这两个好处，所以咱嘛要鼓励讲，咱的渔民朋友，咱相关，无论是沙白鱼，还是咱相关的所有的鱼产品，拢会当我都来申请产销履历吼，来提高咱家己这个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和这个品质。即马网络吼足方便的吼，很发达啦吼，有足侪人吼，透过吼这个 LINE 啦，是讲靠 FB 啦吼，透过这网络的这个。穿来穿去哈，有阵时吼，咱就伫迄网络顶玩哦。像我有阵时要看迄赖啊，内底有迄影片啊，讲迄个，比如讲，好像是从中国迄边，迄鱼啊吼，他们这个过程内底放一挂有诶无啊，是讲吼改注虾啦，或是讲吼放一挂吼不能吃的东西啦吼。那么咱看到迄影片的时候，咱头啊拢会心惊胆战啊，拢想讲吼，哇，我当开啊，我今仔去菜市啊买鱼啊的时阵哦，唔知去买到迄个买鱼啊食落去哦，巴肚了。是不是吼，让咱安心？但是他如果咱课顶咧讲的时阵吼，这个产销履历哦，就是算讲吼替咱消费者吼，像我今仔日我唔是咧卖鱼的人吼，我是买鱼的人。那么吼，我有这个产销履历的时阵，我去看，
看了我知影讲，这尾鱼啊，伫几多来？然后伫整个伊的养殖过程，像阿多咱科长咧讲的吼，伊放啥物饲料吼，这个中间有啥物过程？我们都是透视的，虽然咱唔是伫迄个所在看伊饲，可是这样子的话，咱算讲吼，嘛直接吼，已经知影这尾鱼啊吼，伊饲偌久的时间，这個。大时间内底，伊所食的物件是啥物物件吼？伊有啥物问题？那么咱拢清楚啊。那么对着咱消费者来讲吼，伊予咱食落去的时阵，咱会感觉安心啦吼。那么对着你头拄仔讲的吼，像咱的鱼品来讲，人啊对你安心，人是毋是后摆啊吼会阁继续甲你买吼？那么你后摆啊，你咧卖吼消费者的时阵，你的这个通路吼，无定着你的卖无够。吼，算讲吼，人对你有信心，人就想要甲你买嘛吼。人啊对你无信心吼，人根本就吼。一概都惊着嘛吼，所以哦，这对着双方面吼，拢是一个吼，一个安心啊，有一个信心，而且还古啊，咱科长阁有讲哦吼，因为伊的这个认证嘛，唔是咱渔民家己下的遵守的，是还阁有第三方吼，算讲政府的这个单位帮伊做把关呐哦，所以哦，咱的消费者有看了这个 QR code 来在这个资料的时阵，咱在食的时阵应该是吃到肚子里面哈，我们都很安心呐哈。那么就是讲。咱我要讲的吼，咱从细汉吼，我着拢食沙白鱼。那么这沙白鱼吼，料理当然做侪种啊吼。比如讲咱拢知影，鱼肚是大家上爱食，因为鱼无刺嘛吼。啊，伊的脚只呢，迄刺足侪，密密麻麻，有时候吃了不小心啊，搁会去插到鱼刺。所以吼，咱有阵时啊在煮的时阵吼，咱嘛会根据吼伊的部位吼，啊做无同款的这种料理啊。像我知影，脚只呢着足侪人吼。起来熬汤哈，比如讲囡仔细汉的时阵哈，他还算讲袂用食饭嘛哈，就熬粥哈，因为卡加尼亚伊的营养成分很高，用迄卡加尼亚去熬粥给囡仔吃。是讲哈，有人哈，像我嘛最爱食鱼头的，我记得我最喜欢吃的是鱼头里面的鱼眼睛哈。那么各部位咱有人喜欢的所在，那么吼，咱各部位伊这种料理的方式啦吼，啊，各有啊，伊的营养价值吼，是不是嘛？甲咱的乡亲朋友吼介绍一下。我用这张图介绍一下。我科长真的是，这个头有讲的，这里位啊，这阮同事做。好漂亮。就是讲，其实这位这个沙白鱼吼，伫咱台湾吼。其实吼，一定变讲是一个全鱼料理啦。对对对，伊大个所在吼，拢有法度去利用，拢有法度食吼。咱即马简单介绍一下，就是即个鱼头的部分。哦，头仔讲的，除了迄个目睭遐吼，啊伊边啊有一个胶原。啊，胶原蛋白。嗯嗯。啊，当然，即个鱼头来台南，咱可能主要是甲用做一个用卤的。比如讲卤鱼头吼，咱也伫早顿的时阵，就做者拢会当食。咸清鱼头。嘿，对，拢会当食着即个料理。啊，头仔讲的即个鱼只呢，就是咱鱼背肉的部分吼。当然，其实迄个所在肉应该是上即个鲜，而且叫鲜美、鲜甜啦。但是因为刺上侪，所以呢，一般吼，迄个部分咱一般到尾啊，拢是来个做成鱼丸，还是做鱼酥、鱼腐，诶，一种材料，主要拢是以部分来做吼。正加工而已。对，主要用来做加工。啊，有是那像个鱼呢。话去加煎哦，酥，其实嘛是一个下酒菜的一个物件吼。啊，过来讲来对这个鱼肚，这个鱼肚就是讲算是这尾鱼内底上有价值的嘛。所以这个鱼肚的料理一般就是拢用煎的，用煎哦胖胖，其实就是一个足好的料理啦吼。那过来就是这个鱼皮，鱼皮其实伊嘛是有满满的这个胶质，所以上这相关的咱拢做，比如讲做鱼皮汤啦，这相关的，所以这嘛是一个做有价值的物件。啊，过来鱼骨，一般头讲的鱼骨，咱就是会当个控汤，是啊，控汤，比如讲会当予囡仔也副食品，吼，比如讲伊若是要成长的时阵，伊需要营养分，拢是按这个鱼骨控汤才做。啊，其实这主要想要来甲来介绍一个，有一个所在叫做鱼肠啊。好，刚刚我忘记了。这个鱼肠啊，吼，那个煎起来香香的。你若是去台北，你一定吃无。因为吼，这鱼肠啊，得新鲜，对，伊才有法度通来料理吼。你若上个台北，其实伊就一定，就一定算是比较腐败。对对对。所以这是，比如讲是产地特有的煎鱼肠啊，这是一个足香的，算是一个老饕吼，老饕我叫我都食到的一个料理吼。所以其实台南的一个沙白鱼有遮侪种的这料理方式吼，咱
咱嘛要邀请大家吼，让来台南，让来吃一个这个虱目鱼的全餐呐、啊。对，很多你讲鱼肠啊吼，我就跟讲着啊吼，我就讲，一个胆吼，有当遐一个胆，我看他未杀白鱼哦吼。就他说你讲的鱼头一个部位嘛吼，啊鱼肚一个部位啊吼，啊鱼肠啊，像那个鱼肠啊，真正你若去迄个杀白鱼店吼。就是人家专门做那个沙白鱼的料理的时阵哦，你晚一点去了，真的没有，我鱼等下很好吃的哈啊，那个鱼等下就像你说的啊，煎到胖胖的也很好吃啊哈啊，把它煮成汤也很好吃啊哈啊，所以各部位都有伊的这个营养价值哦。我还记得我有一届那个煎鱼肚哈，那时候太年轻了不懂哈，唔知迄煎鱼啊没干，结果我吼我鱼啊起了个蛋落去哈，哇，那个油整个喷起来，我这规个哈那个。好久好几个月，那个疤都在哦哈。后来我他怎样讲？因为我妈后来跟我讲说，要煎鱼肚吼，爱个鱼要来那个油脂的那个要先下去煎啊。我这样讲讲啊，我怎唔怎样，我就给起去啊，给去。哦，那想要爆炸呢吼，油拢喷起来。那么哈，讲到这个鱼，那个沙白鱼哈，我咧想，有咱乡亲朋友哈，跟我一样啦哈，就是说。冇做侪做侪回味啦吼，那今仔日咱咧讲到这个沙白鱼的时候，我怎样讲吼，沙白鱼伊，好多话你咧讲的各部位都可以吃，都很有营养价值啊。咱咧这个渔民吼，伊嘛有去研发啦吼，研发更加侪这个副产品，然后像古早咱食的沙白鱼丸呐吼，这个鱼酥这拢是咱以前的拢知影啊，今嘛更有较先进的吼，诶，这个方法是不是请科长甲咱介绍一下？因为咱沙白鱼除了咱生鲜来吃吼，咱即摆有拢开发做侪即种加工品啦吼，像咱本来是种上了解迄、那个迄、那个鱼丸啦吼，还是迄个虱目鱼香肠这样，啊即摆都过来的，比如讲像鱼罐头，还是鱼酥，即摆拢大家拢原来知的，啊啦，比如讲那是一种休闲产品，比如讲有做成沙白鱼的即个蛋卷啦吼，还是一种。类似虱目相思、相思哈，相思，对对，类似相思。啊，个另外就是讲，这个元气，这主要就是用沙白鱼骨和和鸡啊，它一做伙来控形汤。所以这个物件就是类似头先讲的那个会当好，和咱的小朋友、小朋友、老大人，对，老大人哈，伊的补充伊的营养成分，甚至最好的这个这食物哈。啊，加个一尾哈，一尾要特别介绍一下，一尾哈。是咱有咱业者吼，啊咱规尾虱目鱼吼，甲变成伊去做成规尾安尼拢会当食，吼啊伊连伊个根吼，伊种啊伊做了连伊个根含伊个刺吼，含伊个鳞拢有法度食，啊伊规尾甲真空包装起来吼，会当放一年，啊所以即尾即阵伫东南亚吼，啊伫日本吼，嘛拢有来报道即尾讲要哪推广啦，比如讲有诶所在伊啊那是较无鱼啊，伊会当按即尾鱼啊推广去遐方来食。哦、那么哈、哦，我咧想咧，咱当然啦吼，伫农业科技的所在，渔业科技的所在吼，伊安尼做认真哦，希望讲甲咱的乡亲吼，拍通因更加侪即个通路啦。我知影即摆全联嘛，讲有甲咱有合作啦吼、哦。那么未来啊，佮有啥物计划？阮就是讲，除了含全联，前几阵啊含全联有一个合作哦。因为咱全联有到一千间的店吼。嘿，对对对。咱就利用伊的这个通路，咱要按咱台南这个上好的这个沙白鱼吼，透过伊这个通路，和咱按三地台南推广到咱台湾每一个门市去，和大家做伙来食材来食这个沙白鱼。啊，其实阮含全联吼，伫这边的。诶，这个活动吼，会增加伊全年的这个销售额，增加60%啊！哦，是哦。所以变讲是帮助伊呢。所以就应该讲双方拢，就讲互相嘛吼，买让办管台南的这个沙白鱼，相辅相成，会让推广出去啦。啊，当然除了这个全年以外，阮即马阮过来嘛是会含相关的，比如讲百货公司啊，啊是迄个大卖场吼，买那个按咱如咱这品质较好的迄个台南的沙白鱼，咱个推广吼，咱愈侪观众朋友，也是讲咱全国的朋友，大家来享，大家来享。来享用是，那么咱今天感谢哈，咱农业局渔业科吴国林科长来给咱来介绍哈，咱虱目鱼的这个文化季啦哈，也记得要十月九号开始哈，咱的这个虱目鱼文化季就要开始呀哈。那么感谢咱乡亲朋友的收看，我是弯弯咯，咱台南乡亲见，我们下次见。